给你们估个价格，到时候你们觉得合适就卖。等我下播吧，好兄弟们。8K 小伙子，哇！人家来了，人家来了。我头上，我头上。我操，四层，这家伙什么玩意儿？太猛了，这个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他队友被我炸倒了，这是大仓的，三个人，两个三级的，四个人，四个人，四个人。这人接完球一v四，别打野，别无忌，看着啊，兄弟们，这四个人，比的太准了，兄弟。他那啥女的，他还在掐，他还在掐。还有雷，接完成诛仙单人四排晋级模式一 v 四完成十四杀十级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呀？我们是挂卷，他妈比挂还牛逼，帅不帅？啊，控制死了兄弟们！下午六点一波啊，关注发送送十个奖品，送给兄弟们一把刺剑，一 v 四还有个挂是吧？那个挂跳起来没锁到我，知道吧？帅呀！哇，就要平复一下心情。大家有想免费估价、想卖号买号的，加屏幕上面微信啊，传网最高价收号。然后你们想买号的话，加微信之后看朋友圈，现在任何人加微信回复"机子卡"三个字，免费领取皮肤啊！大家可以点点关注，喜欢单人四的来看一下啊，单人四排，还是得队长啊，副队长直接被秒了，直接拿下十四杀世界。看我们俩总共杀了多少个啊？Make it rain, I'm making it snow. Work the pole, I got the bankroll.
must say that I prefer them no clothes. I'm into that, I love women exposed. She threw it back at me, I gave her more. Cash ain't a problem, I know where it goes. She had them apple bottom jeans.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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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. This time, straight to the bathroom, ma. 今天学习房拉稀了一次，腰还有点疼，兄弟们，明天十一点直播啊。录你说的那个地方吧，到这儿吧。这把有点多耶。录哪都乱杀。我跟你说，谁开关谁吃亏，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刚学会。俩人一块跳的时候，不要开门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看着是小鲜肉，说话这么猥琐？我说啥了？我好像天天就说那些猥琐的话了。我说啥了？你可以说声音啊比较沉稳，大叔声音啊，结果呢，小孩长相。你说猥琐是什么意思？我又没干嘛，人身攻击是吧？说你猥琐，你的意思是猥琐，说话猥琐的都帅。那也不猥琐呀，我这么正直的一个人说我猥琐呀，说老气的没关系对吧，说声音老。楼雷炸了，他他妈有喷着他，你还跟着大玩儿。这雷没事儿。真敢进来啊！胆子很大。高二有人。
啊，就这里边爆塔，爆塔的地方。完了。门关上，门关上，他逆了掉。哎呀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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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我这里边躲得住，你就打药然后干他，我一刀。外又来一个，还有，地上那个还在。我到你那里卡窗，卡你卡门，我操又扒东西了。我抱楼上去，走。他们居然一对了，他喵了个咪的！哎呀，操他妈的！被楼梯给阴了，还得副队长牛逼！喷子打得好耶！你最近玩战士是不是喷子也练猛了是吧？以前你都不会玩呢。可是我连狙又变菜了，哥们。正常。修炼喷子连狙就是那个逼样，跟我一样，知道吧？两者不能兼得。那不能，那也不能比。还行吧。你可以玩一喷一狙。我现在不玩那个啥喷子了，我现在不拿喷。我不让他们进我身，我跟你说。来瓶水儿，来。学校好像响枪了，哥。咱们走吧。副队长的声音好猥琐，都猥琐呗，就你不猥琐呗。他猥琐，说实话，我不是很反驳，合情合理。我猥琐那不合理。说我兄弟行，说我不行啊！橙子原来长这逼样啊！对，就长这个逼样，帅逼样。吃了30个，战车，他们绝对会停的，就停这儿，上这个楼，停了他，就停这儿，咱们上这个楼顶。他是不是走了？没有。Keep my distance, but in an instant, you break me down. I know better than I want you, but I succumb to you without a doubt. Now the water is rising. 卡了，兄弟们，刚才这把卡了，我重新开一把，没毛病吧？刚才这把卡了，兄弟们，重新开一把，好吧？
好，空投局没人，妈的！中心大点没人是吧？你没人就不要怪我捡空投啦。把东西先填好了。得了，捡不到去了。第一个空投必拿，兄弟们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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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吃俺老孙一棒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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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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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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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工头来了。直接说秃头不起下，空头打脸，再带你玩几把，不要太贪心，已经很带了。P90子弹给他扬了，兄弟们。我不要这破枪，没感觉。
没感觉，容易耽误事儿，知道吧？我容易耽误大事。宁可不要。但还是要给它毁掉的。对，房区里边有人，我直接干他啦！刚才在城里有人打架的，我给他找出来，弄死他。没人了呢，哦，有 HKS 声音。得摸近点才能知道。完了，破窗了。
操，这 SKS 人呢？就一个，哎，打一枪就跑了，找不着了，就剩十九枚地了。操，目前连半连个敌人的影都没看着。这俩一直在打架呀，好羡慕。别眨眼，别呼吸。在房顶上，完犊子了！啊，两队，我操！两队人，那我就安全了。看到没？右边有两队人在干。呜呼呼！别站，兄弟们！看好了你嘞。
他们好像把那就全干了。世界完成一传四，怎样，兄弟们帅不帅？一滴血没费。又来人了，不过我们没什么时间跟他耗了，我们走了。溜了溜了，这好像没人啊，这房区刚才好像那射我就在这儿，算了，不去这儿危险。还有四名你的，现在是直播啊，兄弟们，9:23，24，现场直播啊，9点来的。可以暂时眨眼啊，绝对是直播啊，各位 good morning， 看得见你啊，披甲龙区，披甲龙区我可以看到你。中午开播啊，这来得早而已，来得早。能看得见你啊，日天大鸟，可以，可以看见你 ，Hello Hello。好事不敌人，
这四个人应该不是一队的啊，一打一打二，应该是这个阵营，一打三都不会像现在这么安静啊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把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，兄弟们？打在公屏上两个字，今天第一局啊，很有可能每天第一把都吃鸡的，之后就随便拉稀了。来个好的开头啊！哎，我这趴在那儿嘛，哦，这车。估计大家都是拿着空投的了，现在。大家都来是看挂的效果的，呵呵呵，我这有什么效果？赶紧合圈吧，人太少了。两辆车一起的，我操，找我来了，开始找人了，哎，这边有个独狼，跑路过来的，别打人！我操，他听到我了。倒一个，怎么是倒的呢？开车俩，近点最多还一个。一打四，一打四也不怕，只死一个。一打三了，那两个人是一起的，这个人还没被俘呢，奇怪，离得也太远了。
先过来扶啊。我擦嘞！操，没把他队友炸了，很烦，很烦啊！差一枪，我还敢开过来，把队友接过来了是吧？他们分得很开呀、啊、兄弟们，他们一个这边一个那边，两个不一起走，会玩啊。真是高啊。看到没，分开走有点意思，但是意思不多。有点意思，但是不多。妈，直接把他给冲了。我操，啥意思呀？抢车呀？什么意思？让你分这么开，逐个击破，还分开了。啊，干嘛还要回去扶？不跟我玩这套、啊、你回去扶你就完了。黄尘 PK， 没化妆之后再出动，还是他比我急。我操！我没油了。什么？
趴那干嘛呢？啊，直接完成单人四排晋级模式，十七杀世界第一把就吃鸡了。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我们是冠军小六手一波，帅！진정즐길줄아는여러분이나올거래진정즐겨帅啊！哦，有人问问题了，说主播怎么样才能免费的领福利啊，免费领那玩意儿？兄弟，你可以直接加屏幕上面微信，回复领取两个字就可以人人免费领取一个那玩意儿了啊！咱们男人的快乐啊，懂的都懂，赶紧去领吧，兄弟们！任何人屏幕上面微信，我们是冠军。懂的都懂，赶紧去领那玩意儿吧。再来一把单人四排晋级模式。我们不是外挂，傻逼哟。耶耶，这把咱们直接轰散，轰一点没人啊，但感觉这把东西应该有。
好的，宝贝。这这烟雾枪真好用啊，上把命了好多个。整空投去喽。主播，你不用上班吗？哈哈哈哈，好问题。主播天天直播也不看你上班，你不用上班的嘛。主播晚上去那个唱歌的地方那啥去工作啊，白天不用上班。主播的工作是商务吧，可以说是商务吧，商务类型。晚上，不，不是不用睡觉，是工作，是可以说是带着点吧，就是说工作跟休息差不多是一起的，哈哈，商务型啊。商务休息吧，啊，这个工作。包含了。那么去哪儿呢？我现在应该去爬拉车的。
去下边再收点小装备。收个大包啊！我操，坤坤，坤坤，鸡鸡鸡鸡鸡鸡，我操，一喷喷了。坤坤。我操，这么多空投，空投咋的，兄弟们？撑着去跳舞去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兄弟。实在不行就去跳舞区、颜值区，我也会跳舞。就剩13名敌人了，什么意思？我操！啊？什么玩意儿？这空投给我踢了我一脚。搞咩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大早上被他妈空投踢一脚。这说出来射出去谁信呢？AWM 子弹给他扬了，没有三级包，我的服了。玩双狙吧，好不好？啦啦啦！对喽，这样才对嘛，太对了，这个感觉。
这也有点多呀，我操！我操！别跟我俩装，小心我干死你们俩！等着啊，等着。唉，进去收拖拽板，等着啊，等我收装备钱。哎呦，没有三阶八难受呀！走，进去打决赛，八把决赛圈啊！拉拉司机上路，这么久没练了。这人都死哪儿了呢？切，不理解。暑假不？暑假这跟暑假没啥关系啊。早点起总是好事。零杀吃鸡不太可能，一杀吃鸡倒还行。雷丢的怪好的，哎。
산이 나고 와요. 好，又他妈是个把喷子狗。我靠，两个三叶头，两个喷子狗，嘿嘿嘿。哎，远点人帮我给了他两枪，舒服舒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原点没打到我，打到他了。谢谢你们两个的帮忙，给你一枪，给你一枪。打不完喷狙啊，这把是双空投枪啊，双狙玩的比较特，对，有特点，那所以说就不带喷子了，双狙好看。这把栓狙狗，栓狙可不狗。我他妈冲山上去了！我操，这么屌，对对。我操你这么屌啊，操你把我当远视之你，来来来来你过来来，我操你还真屌，怎么直接他妈第二名了？我怎么直接第二名了？就他妈一队了，我操嘞！我们是亚军，操，直接第二，直接把他妈游戏太快了，也没遇到几个人呢，就第二了。
我们是亚军，没喷子不行啊，兄弟们，还是得喷子啊。谁知道他们通脸、主要是他们冲得太快了，来不及换了，谁知道呢，跟疯了一样，他们胆儿挺大，嘟嘟嘟嘟，主要他们知道我是第一个，没事儿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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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机场，我操，没人了，飞机上有三个还。就三个啊，一对。我们的爱呀，爱呀，怎么不去 M 城？肯定是机场刚。M 城是什么偏城？机场哎，你知道机场有多重要吗？测试服的话得有更新才你能那玩啊。明天几号啊？后天就能玩了，新地图啊。你必须有更新你才能玩那个服，也有开放时间的。
把他们干了，冲啊！好，侦测脚步，房顶一个，哦，我房顶俩，直接上房顶。房里一个，等最后一个小布。好，他还开枪让我知道他的位置，那他完了。他还开了两枪，让我别打他，别补他队友。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他位置了，本来我也不打算补的，他还搁这骚扰我，知道吧？正好他只要一开枪，我的脑子里面就有他的人像了，知道吧？跟透视一样了。怎么能开枪暴露位置？这些人杀我的就是绝佳时机，就是说我在不知道他的时候，他给我一枪，打侧身能秒掉我。要是我们彼此知道了位置，是很难杀掉我的。落地穿杀，完美前线就是他们三个。哥，我要跟你玩，它有啥用啊？这个逼装的好，这叫讲解，怎么能装逼呢？这叫说出自己的技术。我就把亚军就是没喷子啊。玩了一把双狙啊，可以说是有点小浪了，所以说杀我的不是他们，而是我自己啊。这刚才那四个人也挺会玩的，他远点留了一个架枪，近点摸了三个啊，是这样的一个形式。我操，这儿有个车，我的瞎呀！还剩下14倍地震，冲了冲了！早上掉的比较快啊，早上半夜都是那种肉点局，它随着时间的话，慢慢人就多了，中午的话人就多了，再打个一两把吧。这个点儿大家都不喜欢，都没有朋友，知道吧？这点估计都是野排，就是说咱落地就钢枪我就退，而在中午下午的时候，他们的朋友就上线了，那就需要运营了。那早上是比较掉的快的。
还有十二名敌人，我们先海姆城人打架，我们直接过去。海姆城啊，这个单式的击倒了一个就被干了。我操！秒掉一个，太好了。有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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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好了，兄弟们，开挂是吧？太好啦，直接我他妈人没了，也不是很好。Cause if tomorrow brings something good, tonight I do it all for love, I do it.事事难预料啊，兄弟们，直接致瞄了，什么破枪啊，那么远给我瞄了，他配吗？他配吗？开挂是吧？难办，那就都别办了，我也开。欢迎丈夫，欢迎程夫，程丈，程丈，终于来了吧，沙漠啦。对对对，不能怕了亲。啪，劈，卡多。这我得先爬一下，
二，一。这喷子狗不要脸！哎呀！别干嘛！竞赛可开了，兄弟们，左边上一上。他们队伍好啊，嘚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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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嘚，这把爬大车，我刚下去，兄弟们。我的宝贝儿，我先当老六，狙他一下。这个人我必阴死他，你看他这个傻样，算了，他这么傻的话也别阴他了，直接干他。啊，算了，还是整死他吧。
Three, two, one, go. 什么枪啊？没了，应该是没了。走，橙子的喷子还是牛逼，是不是？年轻人，勤劳就完事儿了，兄弟们。我可是老勤奋主播的，我要是勤奋起来，谁都没我勤奋；我要是他妈懒起来，谁都没我懒逼，很烦。你说对不对？真是猜不到你呀、啊，真是猜不到你呀、啊，食神。错了，这里边剩一个单人四排的喷子狗，不打了，就这个喷子狗，459，先不跟他玩啊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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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我的名字是什么？神秘嘉宾橙子，非常的神秘啊，神秘的橙子，懂了吧？必须得神秘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
非常神秘。我的直播世界让你猜透了，那还能叫神秘嘉宾吗？是不是？玩的就是一个神秘啊。不过我一直都在，就完事儿了。无论每天几点来，每天基本会直播。喷子没子弹了，那不等于我没了，对吧？等于他妈橙子没了小鸡儿。咋还不来功能啊？来个空投啊，马辉！看到吗？好，啊，你队友都停那边，你停这儿是吧？行，来停这儿，来停停，对停。队友停那边，他停这儿啊，找死，喵的！找死啊！哈哈，嗨嗨嗨！哎，他被打倒了。啊！这么跳下去可还行，想爬。这附近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哎呀，又被抢一个，我操！为啥不跳出去呢？什么玩意儿？我怎么一圈感觉都是人呢？前前后后都是人，被抢了俩头，还有天理吗？啊！下球我得赶紧走，这个位置不好。
这空投我必须给他拿下呀，兄弟们！嗨嗨嗨，走！ 哎，快走！走这家站，接 table。走了走了，啥也不用管，直接冲往中心点。 老师，一名敌人，决赛了，决赛开始。 TPS， 我想笑，怎么可能会有 TPS 这图？ 你仿佛在说机场有船呢，兄弟。你说有 DBS 就等于说他喜欢我，他喜欢我了，不可能的，马飞。就像是你追的那个女孩子，她突然说喜欢你，可能吗？但不存在的事儿，知道不？ 哭了，真的，做梦呢，你知道吧？只有做梦，只有梦中啊，他才会说他喜欢你，就像这个图一样，有 DBS。哎，别幻想了，傻孩子。
那排位他也没有白圈呀，他也没有密室啊，请问怎么拿呀？就像是这个女孩子，她确实是一个正常的女孩子，是吧？她确实也想谈对象，但是她就是对你没感觉，懂吧？没这个模式就是没有啊，她对别的人有，就那个模式有，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别搁这幻想了，没有就是没有。205，他停那了，就剩六个人了，他们两队了，出来的两队没人了，右边一队，左边一队。这边的有两个独狼，差不多了。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，兄弟们？打这个命仗，两个这儿。好，剩四名敌人了。操，好，这队三个人，找人杀呢。好像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加我一个没了。啊，不会他们四个人吧？三辆车呀，我操！拜拜，四个人，直接完成，当然是吧，竞技模式直接完成啊，绝外圈1v4啊，正好五个人，直接蹭过来了，我们是冠军，这一队大工人啊，他们把所有人都杀了，还想来找我杀。哦，有人问问题了，说主播，我有不玩的游戏账号怎么办？不玩的英雄联盟账号、绝地求生账号，不玩的怎么办啊？兄弟，你可以加屏幕上边微信啊，加微信帮你免费估价，觉得合适的话就直接换钱啊。然后呢，任何人现在还有福利相送，任何人回复领取可以免费领取一个那玩意儿啊，咱们男人一定要去领，懂的都懂啊。男人的快乐啊，家暴屏幕上边微信，我们是冠军。So, 男女노소 좌우로 흔들어
스네이가 리가 차비용 쌈은 好 쌈은 棒 咱们今天已经吃了两把鸡了，三局吃两把，顶了卡了。 这把怕皮卡顿。 隔壁二楼有一个，先把他干了。哇哦！ 拉把小局，我操！他剩点血啊！哎呦，我这一喷喷到他了，看到没？我可以把他干掉的，但是他给了我一枪，我还以为这一枪没算伤害呢，一滴血，哎！我就说这波我应该喷死他的，我无缝干掉他，差一点点啊，差一点点，看到吗？ 这波其实是我赢啊，他死在了，他赢在了运气，三级甲的运气，碰巧是三级甲，碰巧。